家嚟临2024华为云香港峰会。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华为云在自身数字化转型当中所积累的经验，以及在全球市场上所积累的经验，都能变成服务，让这些服务可以生于华为云，长于华为云。以促进我们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香港的发展跟应用，华为是国家人工智能业界的翘楚。我期待随着华为香港新腾云服务的推出，可以促进香港的人工智能研发跟产业的发展，为香港的市民带来更多创新的便利的服务。那我们 Cloud Point 的先锋计划也是率先在香港来进行发布，我们在香港也有我们的 Cloud Point 的测试环境跟测试床，后面大家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的可以联系我们的香港的同事来进行对应的测试。我们希望将生腾云服务部署在香港之后，那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帮助整个香港的 AI 的创业公司来使用我们的生腾云服务来进行创新。